因為佢生前佢需要用嘅嘢，佢死咗之後離開咗呢個世界咧，仍然想攞翻呢啲嘢去使用。即係例如一個人，如果佢係傷殘人士，佢係坐輪椅，咁佢離開咗呢個世界之後，佢屋企都好多人咧都將個輪椅送翻俾佢，咁之後又燒翻個輪椅俾佢。又係另外一種咧，以享樂形式嘅心態去處理。佢生嗰陣時咧，佢晚晚都喺度啊，要嗰個按摩凳嘅咁。咁佢死嗰陣時啦，離開咗呢個世界嗰陣時，咪將個按摩凳送翻俾佢。同埋咧，佢會頭先咧嗰個技術。如果佢嘅親人係覺得佢有個紙扎嘅呼吸機，能夠喺另類嘅世界裏頭仍然可以即係唔需要咁辛苦嘅咧，咁我做咗出嚟，我都覺得係一件對個先人又有優惠啦。如果真係燒咗俾佢，佢係得嘅有用嘅，咁或者在佢哋屋企人裏頭有個心靈安慰咧，亦可以得到一個肯定嘅。仲麻煩啦，唔係咁傳教就得啦嘛。